这个专业厂设计与制造的高端触屏运动车，长12米，宽1米55米，高3米98，自主模具型材，车身50年不变形，采用东风天龙前4头8载货底盘，搭载雷诺420码，配备垂直液压升降尾板，举升高度3米3，载质量1200千克，走你。豹式仪表台搭载法斯特12档变速箱，双温机组，冷气说来就来，监控系统实时显示触屏状态，龙木专用液晶触屏电控系统，实现所有功能一键启动，每层配备通风通道，让箱体的温度更均匀，可翻转隔层，方便。